第一个当然是关于语言的问题了，因为我的母语没有那么好，所以当我在拍我外公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在最初都需要有人帮忙翻译。然后当然你不可能，因为我拍了总共2年的时间，你不可能每次都要找人翻译，所以到最后我也得要去学一些基本的单词，然后再加一些比手画脚，然后去，我们就后来慢慢的就比较可以去沟通。第二个问题是，因为那个拍摄的环境，它距离都市比较远，然后每次我们要去拍的时候，可能到那个山上就要走两三辆，就会在那个山上待大概3、4天左右。那我当然自己会先去尝试，那可是要带着一些剧组的人上去的时候，他就得要经过一些训练吧，所以在前一两次的时候，我们都没有带任何的摄影器材上去，就是只是纯粹去爬爬山啊。然后到后来，等他们习惯了之后，再带着器材。不但当然还是对他们来说非常沉重，因为16厘米的机器加上底片，就是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很重的一个负担吧。所以其实很多时候都很像在做那种体能训练。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还是用数位的机器去做拍摄的。那我大概拍了1年左右。那这段期间呢，就是我们有时候用那些数位的器材，都会养成一个坏习惯，因为基本上你的可以拍摄的素材是基本上没有限制，只要你有够多的硬碟都没问题。那在所以那个时候就，我外公不管做什么，我都要去拍，然后他讲什么，我都要去拍。那我在剪接的时候就发现，这样子的节奏其实并不像他的生活的样子。但是就是那个摄影机的运动太快太急了，其实不是不符合当地的氛围吧。后来我就跟我的摄影师讨论这件事情，然后他就给我看了一个老人，然后在亚马逊河上面划船，他就把很单纯的把摄影机放在船头，然后慢慢的拍着那个船沿着河前进，然后就那个印象很美吧，所以我就觉得我就跟他讨论说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去做拍摄？所以在第二年开始的时候吧，我跟他的拍法基本上就是，我们把摄影机架在一个位置，然后远远的去观察我外公在做什么。当然，要这样子做也很仰赖第一年我们有的那些经验，我们就基本上知道他会在这个时间点做什么动作，就是多了很多的预判的可能性，所以才有比较多的时间去准备，然后用16厘米的机器好好拍摄。它比较是一个机会吧，因为在此之前，其实我跟我外公，距离都蛮远的，我并没有跟他一起生活，然后我一直被放在讲闽南语的地区，所以我的闽南语讲的比母语好很多。那一直到我开始进行这个计划，我才有比较多的时间待在花莲，然后去跟他相处。在最初的时候，那个 idea 是我的外公为重，然后后来才是慢慢的去谈到了原住民社群的问题。在拍摄的过程中，慢慢的去发掘到这件事情，就是我一开始的拍摄的想法其实真的非常单纯，我就是想拍摄一个人跟大自然之间的关系。因为前几年嘛，蔡英文做了一个跟原民道歉的这个动作，所以看似好像要对原民的一些潜力在有些提升。可是，这个状况呢，当遇到比如说我们在讨论关于原民自治，或者是在讨论那个叫什么传统领域的问题的时候，因为很容易牵涉到其他族群的利益，那这个时候原民的利益又显得不是，就原民的权益又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，所以那个传统领域的议题就卡在那边。那其他的状态的话，我自己是觉得，我们早些年会看到很多的纪录片在谈论的都是原民在对外的抗争，可是近几年我自己发现到一个状况是，
这些抗争慢慢的回到部落内部去了，意思是有一些人被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惯以后，反而会跟自己部落的内部有些抗争。这样子看纪录片会稍微有一点狭隘吧？就是怎么说呢？我每次在做影像创作的时候，第一个想的一定不会是 OK， 我要用这个片去改变什么事情。那第一个想法一定是，我有一些话想要说，我觉得这个想法很重要，我想要用影片去传达。比起那个，我觉得用影像去有那个社会的功能，那是它的附加价值而已。其实，在最初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有做一些访谈，有一些对话的，只是在后期的拍摄的时候，我觉得，与其让他用他的语言去讲他的故事，不如用他的生活，用他的动作去讲述这件事，因为我觉得他的过去的那些经验都已经潜藏在他的现在的状态里面，所以我就把那些访谈的东西全部抽离，而我把那些访谈写成了像是更有诗意的口白写在里面。其实，所以我其实严格上来说，它还是存在，只是转化了一个形式而已。